你那一双难看的双脚，是不是困扰你很久了呢？有点到资讯展的感觉。你那双臭臭的脚丫，是不是痒了你很久了呢？那在电视购物平台哈，有一个水嫩足膜呢，它宣称它的一个产品哦，可以去除我们的脚气、脚痒跟脚臭哈。脚底的后茧、皲裂、死皮、鸡眼、脚趾缝间的污垢、后脚趾，这一些都是你的老废脚皮所造成的。那七天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。另外呢，后茧、皲裂跟死皮呢，也14天就可以处理。那不仅呢可以处理所有的脚丫的问题，连香港脚皮肤病呢也都能够根除啊。相对我们所核定给他的一个广告内容完全是不同啊。那卫生局呢一还罚他5万元的罚款。开罚新北市的业者有208件，总共是854万5千元。除了涉及虚伪夸张之外呢，是以强调具有美白除皱的一个广告效能呢是占最大宗。违规的来源呢，则是这几年所崛起的一个网络购物平台，它有一个爱马贝兰的一个系列的产品哦，是累计财罚25万元，是单一的业者财罚金额最高的。